好房好物无烦恼，一分钟带你看。你们好，小编今天带你看看这个地点在 Mount Houston 的一间双层房子。进入客厅呢，我们就看得出屋主花很多心思重新翻新过，整体看起来很明亮。停车房呢，也做好了挡雨的部分，当下雨时下车也不怕淋雨咯。厨房和饭厅的部分做得非常好，空间很足够，瓷砖也全部做好好了。楼上设有小厅，可以做个小小的娱乐厅或者小书房。整间房子有四间房间，都全部做好油漆设计，特别温馨。想想一个温馨又幸福的家庭，多么有 feel！ 都迫不及待的马上入住。有兴趣的朋友，欢迎联系安排看房。所有资料我们会放在影片的下方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的影片。